不用了，里面就好啦。当面有阿虎，哦，泰国里面，泰国里。大肚子。你要吃什么？要。啊，你要吃什么？吃面面。真的？嗯。好啊。是吗？嗯。要不要吃哥哥？来，爸爸。真的。啊，我了。我有虾了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你看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就这样。今天你要睡哪里？车车那里哦，看看。不要，我不想。哇，你的床好棒哦！你要睡车车这里哦。浴室。这还不错。啊，这里也是床哦，还有阳台嘞。哦，阳台好棒棒哦，还可以晒衣服啊。哦，啊，隔壁那个那一池。那草鱼好粗啊！哎，草鱼超大的。这边钓鱼区，我们这边游泳池。耶！要游泳了，走吧。哎呦！有钓到鱼吗？跟着。我刚刚有钓到，真的好厉害啊！我刚刚钓一只，好笑。来，抢！哇，拿去！拿去！不要抢，就拿。钓竿拿着啊，你不拿？鱼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！你看你不认真钓，你就吃光光。快点！哥哥要上岸。那你来了，鱼来了，鱼来了。什么鱼都来吃了。这哥撞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快！哥。一条，哎呦，这个是蓝宝石嘞，不能抓，不能抓，拿那个顶绳过来。哎呦，小心哦，放在旁边，放在旁边。爸爸，我这个要断吗？不用，拿，哥哥拿。有没有？哦，哥哥动了，哥动，你要卷啊，你要卷，你要用你的卷，加油，快！你卷错边了，卷错边，卷这边，快卷这边，快，用卷这边，快，有没有中了、啊？中了，卷错边，走这边，这边卷这一边，哦，中，掉，哥哥中鱼了，哇，哦，中，这个是无锅鱼。这是乌龟鱼啊！刚刚那个是蓝宝石，那不一样。这边、啊。好。这里。好。这个。太小。这长，好大气。哎呀，赶快放起来。不会，你不要吃到。不要。阿爸，先放着，我们再钓别条，钓给他讲。对。它是一个泡水。
旁边钓到一条了。哦，放这边，放这边看看，放这边。你又不钓，都宝贝自己在钓。这条鱼不一样，眼睛太一样。那把它放下去啊。给它放下去，它底下就掉。放下去，这小包。好好，放下去。谢谢哥哥。谢谢。对面是罗东西吧？你在吃什么？妈妈。啊？好吃吗？耶、yeah, ，想要什么特色？想要特色。好。哎，这个。来，站好。你下楼就好。来。好了，可以。我觉得他是等你了。快点，快点。好哦。我这两只手拿着。哥哥，你要拿高一点。我跟你们嗨，看着妈咪，看着我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放我嗨。你们嗨。这一关。哎，你没有拿着爱心。走啊，你去喂啊。好，走走走走，你不要喂。小白兔要吃吗？这不是小白兔，是天竺鼠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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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吗？有什么东西？你挖鼻孔为什么？会变猪猪。会变猪猪啊！哥哥，好，叫爸比抱你起来，叫爸比抱你起来。吓到你了！好，叫爸比抱哈。好，没问题，爸比要抱了。抓抓抓！我抓着。哇！夹子夹子啊！哈喽，好酷哦！我有没听到英文讲话？哎哈喽！咬到，咬到，很厉害，应该吃哦。我要掉下去了，我把它夹起来。这边，应该就喂一个。啊，你这边啦，这边喂就好啦。你在那边很热哦。要小条的鱼啊。鲫鱼，不是鲫鱼，乱讲。鲫鱼，不是鲫鱼。刚刚我们喂猪猪的、啊，人长那么特别啊，而且还不会怕人呢、欸。这一只还不太会怕人呢、欸，它可能在找，它可能吃虫了。羊羊，走到这里，一只一只拿着。喂，要打架？哎，你的好吗？你的很多啊！哎，哥哥，你要被吃掉，要被吃掉，要被吃掉了！
你洗完了吗？